双雷神那一届就是这样子。那还是我们先回去。你怕了吗？对，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从这边就是找洞，别的地方。对啊，找个坑，因为它不是峡谷都会有大洞吗？对对对，那我们先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下来？不用怕、啊，我在这边啊，不用怕，下来会接住你们。你可能是会先被压死。这样子的。巨蟹。巨蟹。你是巨蟹座。巨蟹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哦，白痴哦，同一个。那里耶，那里有。那里啊，那里有洞洞。那走，那这个黄金不先挖吗？不是黄金啊，这个。黄金。钻石，钻石。哎、欸，这里那里也有洞洞。看一下有没有紫色的光啊。我在看啊，好像没有啊。你挖好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真的会去。要不要？你们要不要先捞一桶岩浆，然后那个啊？我有岩浆啊，我就是捞岩浆自保的啊。那先把直接捞用，这个真的有一个一颗哎，哇！等下隔壁有蜈蚣，小心哦。好，隔壁棚的哦。僵尸来了，你说有怪哦？哦，这里好黑哦！天哪，那个洞好黑。你为什么不洒水啊？你们都没习惯。我就没水嘛。哦，是，开始。啥？我想说你们都不怕岩浆，还蛮勇敢的。我是不怕啊，我不知道你怕不怕啦。哎、欸，有僵尸声了。有啊，就这边啊，就这边啊。在哪里？里啊。那声音好大、哦，我怕。这里、啊。它太大了，我也怕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哎、欸，有人看到了。好像有点多只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。它黏住我了，那个。哦。臭那个，臭那个。哎呦呦。哎、欸。我想说黏住。哎、欸，好多好多，等一下。什么东西好痛？很多只，好多，是不是有神怪砖啊？会不会？而且还有一个是炼装哎，哇死了！我们没有金啊，两颗苹果没有金啊！啊天哪！我看我就是去了啦，没关系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听到苦力怕掉下来。对啊，哪里？有听到他受伤的声音，应该是从上面掉下来。听到呲一声，我也是听到呲的一声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困在这不能动哎、欸！你右边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洞。过来，他过得来、欸、哇！你也太猛了吧！他怎么过来的、啊？还有一只，还有很多只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。下去啦，下去啦，下去啦，下去啦！我想收他。你们是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可以请问一下吗？好玩吗？上面还有枯工，哎、欸，有金！哪里的？那里，你要过去吗？去啊！等一下。我觉得至少你们活起来，活下来啊！我这就算了、啊。我做个火把，等一下。他看得到你吗？快勾引他！我在勾引他。我要活着不行啊！我怎么活啊？我就活不了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苦力怕两只哦，你们别过来哦、啊，举盾。啊！我怎么可能是这种？圆圆，我怎么可能是这种背信忘义的男人呢？我来帮你补路。哦，上面好可怕！我两个，两区哎。上面还有洞，上面还有洞。哦，这里有点大。终于有金了，有没有八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不要给我吃哎。两颗。当然是给你吃啊。不要啦，我觉得好浪费哦。给你吃啦，没有人可以吃的啦。有啦，你也可以吃啦。这边还有金，这边还有金。这边有钻石，有钻石。圆圆好嗨哦！给我吃才是浪费。现在几颗？我现在身上三颗，我这边是，还差一颗，还有没挖的？那个挖了吗？还真的有钻石，有啊。对啊，等一下哦，繁星剩一颗星，先来帮他弄这个吧。这给你，这你拿去烧一下，给繁星，然后苹果。繁星，你不要再乱跑了。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、欸，天啊！厉害吧？我厉害吧？加美龙，你刚刚 做了什么吗？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来一句？哎哎哎，圆、欸！哦，小心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哇，他帮你炸开，炸了！看你有没有吸到、啊？我没有，他把一颗钻石炸掉。哇，太可惜了吧！哇，好多！三，那还有倒个水好吗？
Lady 6、7、8，哎、欸，9颗哎、欸，去挖一下好吗？我觉得我不敢挖。好啊，然后我把你投上这个历史，哎、欸，给远挖，给远挖，让他当那个大富豪。好 ，OK。对，我们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、这个欸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你不要挖上面，不要挖上面。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。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你要不要？你好吗？断七到灰尘。这是八颗吗？对。哇、哦，好猛啊！隔壁是岩浆，旁边是岩浆、欸。我看到黄金哎、欸。我先倒水洗掉哦。小心哦！我觉得我要死掉，你就有理由吃金苹果了。不要啊！不行，我吃掉金苹果哦科技哦，还好我吸上来了。你下面倒水啊，这样挖掉就不用怕啦。可以吗？你那么喜欢游泳挖？总共17颗哎、欸，现在。好猛啊！你做装备，我有水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感谢，原来团团身上有水哦。那边有金。哪边？我这边还差一个，谁再给我一个？我前面还有，我要去挖，所以我刚刚就说我去，然后死掉就有理由让你吃了。繁星，你乖乖待着，繁星，不要！你没有郁金香是不是没？你们挖，我去前面擦。有没有看到沙洲？什么沙洲？沙洲就是吃啊，孤观音啊，蜈蚣，哦，吃孤观音。两只蜈蚣。只蜈蚣。哎、欸，你需要需不需要帮个忙啊？等一下要让他们互射到啊。哦，你原来你在那里。等一下，快！哦，有了。有了。那我先去烧金哦。好。拜托，希望是你死。下面这个，拜托，希望是你死。哎、欸，还愿哦。你是在赌博是不是啦？没有，因为他靠近我们，这样比较好杀。哎、欸。你就看哪只先死，不要探了哎、欸。好，不要探，你回来。这边不行了，这边不行了，这边是极限了。繁星先吃金苹果。繁星。干嘛啦？叫那么。吃苹果啦。要说主人吃早餐咯，没有，你叫了我。好了吗？我会被杀。录影存证。来。要被杀了。我有录音哦。你要被杀了！我有录音哦。哎、欸，又有钻石了！你快挖，你快挖！这是钻石洞窟啊！好棒哦！对啊，我看到你了。你挖！我们要把我们守护他。我们就算输，我们也要赢得一样东西。赢得钻石王。对。哦，我们现在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甘蔗，我们是不是留3、4、5，留5个就好了？对，我身上还有一个，圆圆拿着。哎、欸、啊，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，记得用岩浆把自己烧死。我觉得哈，这个烧死会怎样？不能让装备外流。不对，肥水不漏外人田，不要给我这个15颗、哦。我觉得繁星做庄不要啦，你做，相信我，真的你做，我这就算一滴血，人家一个斧头劈过来，你满身钻石中也是死，是吗？真的。那我们先在这边做点什么吗？为什么要穿上装备的？穿装备。对啊，的声音、啊，右下角显示的。哦，它显示的距离很远呢、啊。哦，可以到很远是。我们在这边做那个吧。可是我东西都在那边呢、欸。你东西放那边呢、啊？没有没有，只有那个啦。只有熔炉跟合作工作台，没有其他东西而已。合作台，你想说合作台？你听错了。有，我听清楚了。没有，你听错了。哇，这是。合成超级大熔炉的配方吗？再绕一圈，到底哦？我身上有2个金，你们还有别的金吗？我没有，没有了。各位再见了。我先做个钻稿出来。不要吃了，先生。有人再见了。你可以看到头上的这个有没有？母汤，不要冲动。憋，繁星不不。我要做事啊，还在那边玩。是啊，我怎么做事？你告诉我。那我们坐着聊天好了。一下子突然不知道要干嘛了。几层？12层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挖这附近看看好了。好啊，随便挖。不是挖石头以外的，挖安山岩啊、山上面这种不会扣。那瓦砾。瓦砾吗？瓦砾。瓦砾。装备要做什么好啊？装备衣服吗？服啊，
刚不说一一一、欸、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做个武器，你们要斧头还剑？我拿剑的。钻石剑啊啊，繁星呢？你怕是拿斧的吧？我拿波波钓竿的。麻烦你待会就拿那个打人哦。好，你给我胡萝卜，给我钓竿，我做。你就不要阻止我。来来来，繁星繁星。哎、hey ，尴尬，我没有胡萝卜了。哇！泱泱泱泱，来了，谢谢。你怎么不是做装备你自己用啊？我觉得我们要平均。不行。哇！要是时候自私一点，这样才能成就一些事情。你不做，你这是什么大前辈的人生哲理？你不做出一些取舍，你没办法让自己好好活下去。哇，是繁星大大的人生哲学。要是我是你们养很久很久的兔子，我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你们一直花钱在我身上，不如安乐死，我会比较开心。啊，要看欸，我觉得要看欸。有些如果治得好的病，我就会治啊。但是他就是被病魔缠身很久。你说，比如说像那种癌症啊，对，他可以，他可以救，他、哦、不，他救不了、哦，但是他可以维持很，就是延长他的寿命。繁星大，你戳到我的痛处了。对啊，我讲真的，要做出取舍啊！你不能我们家哈士奇就是因为癌症，然后我们就安乐死他。对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子我走了之后，你至少会我走了之后，你至少会把我记在你心里啊！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用再忍受多余的痛。欸、又有钻了。对啊，你挖你挖，然后你看你是不是，如果钻石都给你的话，你就可以卷成 整套装备了哦。真的，我们对啊，你看，这冲动了你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相信他会挖到更多钻石，他今天钻石运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？不错，真的哎，是可惜。游泳为什么会有游泳声？我对不起你，我也觉得对不起他了，怎么办？对，我看到团团冲动了，阿纪，看一下，应该在那个位置，应该在那个位置，没有很远很远，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都离我们很远，对啊，你看会让女生流泪的男人。你为什么要抖一下？抖一下。你挖到黄金，你挖到龙岩浆，你不会抖一下？挖到黄金，挖到黄金要抖一下。会啊。我来帮你挖路，帮你挖路。不用。哎、欸，你还是用叠的。我不稀罕。哦、哇，嫌弃。没嫌弃啊。都这样了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穿这样多漂亮啊！你早点穿嘛。我觉得你再配上个鞋子，那就做鞋子啊。要有设计感，是不是还要鞋子？好，要有特殊。有两颗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有撰稿了。不用甘蔗，我觉得没有机会用到甘蔗了。我也觉得没机会了。机会了啦。哦、oh。对啊，你就弄下去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会有甘蔗的话，早就被做了。杀了他们，只会有那个附魔台，你不用担心。而且大家都是，就算有甘蔗，看到还是会拿走。注意哦，本源们，演员穿过的衣服、嗯、开始。来 我, 来我的台，这个铁胸甲跟铁鞋，这早就被我刚刚铺的，我刚刚铺的梗，对吧？伏笔就是这个，我要逼他脱衣服。抓到本源们来哦！原来是这样啊！真的很糟糕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先订购一下，嘿嘿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第一个，队友优先权。可是你不是台北人，可惜不能面交。哎、欸，我是台哎、欸，你不知道，其实我老家在北部。啊？哎、欸，你不知道，我家住新北。当然不知道，我跟你又不熟，怎么会跟知道、欸？只对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好像都不在我们附近。你这时候大喊，我看到他了之类的，把你吓到。不敢再挖了，真的吗？不要挖，不要挖。你多少了？那我喊了。哎、欸，那我179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喊了，那我喊了。啊、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到了那边呐、啊，还拍摄。哎、欸，很近很近很近，小心小心哦，小心一点。你们要绕吗？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哎、欸，对你大概这个声音，我觉得他上次我们玩的时候也是这个音量，他就说收到音了。哎、欸，小心小心。这近应该是魔王音了吗？好想听到。魔王哦。我觉得红队跟紫队吧。对啊，我们就只能削弱红队或紫队，我们的义务在这边。对，我要 对成就其他队，而且重点是新人都在这两队伍，不能让他们第一届就尝甜头啊！上次真的有新人，哎、欸，好像是谁，我忘记，真的有斗鱼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第一届就冠军，哇，就特别凶的就会第一届，他装备太好了。可是有几个这两个新人其实也蛮凶的，我说真的，打架受不了，
红队的那个蛮凶的，手痒了。对，红队那个蛮凶，可是紫队那个我还不知道。对是谁？那个我也不知道。那个雨兰，雨兰蛮凶的。哦，你说刚刚讲话小小声的妹子还是？对对，不是不是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，就是那个很久。哦，叫他还在那边问号的吗？对对，哈哈哈哈、啊、哦，好好好，那个，对对对，是那个，不要怀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啊！繁星，繁星，星星啊，繁星，繁星！啊，叫我吗？这样子。睡着，睡着会死掉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我觉得有点。